别是小轿车的车体，规个拢都高埋，不地唔是憋气，都是漏风，车头阁明显来落去。原来伊拄则经历家人帮山的火劫，按过车外表看着阁好好，晒起来阁介骨溜。车内部相片也出来了，内底椅啊除了有拖沙之外，用尾部真好受损。来看迄当阵灾难的画面，那就被推掉了，对吧？啊！规大片黄色的土石夹落来，为山坡夹落来到点啊夹落，这么惊人的场景，都跟那世界末日同款。行车记录器的这台发财呀，落尾转被抢到山坪，行车记录器后镜头摄到这台白色轿车，发觉再无代志。透过空隙的镜头来看，这台白色轿车被带伫灾难现场的外围。虽然讲无直接被路石砍掉的，但是一半的车身拢被土砍的。消防人员破窗把车主甲狗仔救出来，瞬间全部掉下来，我们想倒车都来不及，车子没有压毁，我就知道没事了。这台维持八成新的车在网络顶引起讨论，有人讲这台欧洲车都是硬邦邦，车商应该爱免费修理车拍广告。但是毛人认为这个所在不是在东寨区，那无好大粒石头卡掉，可能也嫌未贵。因为修理车它的骨架会比较高比较大，那一般来讲它会用的比较粗一点。那车顶的话，它因为 A 柱、B 柱、C 柱，那只要它砸的角度或是说不是很重的话，它车顶的受损呢，那个程度会比较小一点点。家人调进公园帮山的事件，或者台有人讲跟那进车同款的车，正做网络顶讨论的话题。必须新闻台北家人报道。赶紧替恁出力 MOD 的遥控器，在主选的项目内底来加入民视新闻台，为您带来上届及时、上届正确的新闻内容。